今天是四月十三日，礼拜三。咁啊，仲有听日之后咧，咁跟住就放个假期啦。咁因此咧，所有啲大户嘅部署咧，都会系因为呢个有个长假期咧，而一定有啲嘅系即系嘅系异乎于平时上日子嘅操作嘅。咁啊，最主要都系点样？就系做系风险管理啦。風險管理現在遇得到最大的問題，就是說第一中概股的問題，第二就是疫症的問題，第三俄烏戰爭的問題。